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8月4号，今天咱来的就是张叶，它是种的啥品种？种的陕西红，青红包绿火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今年这个陕西红长势怎么样？这个青红包绿火非常不错啊，个头大小。啊、咱肥料是怎么使的？是这个？肥料是，它是用了点底肥嘛，全程跟那个复合肥。完了之后是一直用你们每次都用你们巧克力啊，巧克力是巧克力每次都添多少？巧克力每次加个这个2到3公斤，给个特写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洋葱的总体长势。它用这个巧克力跟这个化肥配合好，这个洋葱产量品质非常高啊。目前来说是应该说是甘肃第一葱啊，混这个葱今年好多地方都减产嘛啊，唯独在张家这地方啊又创造了奇迹啊，在1公斤左右了这个葱。葱最少都1斤8，反正是这个葱今年是个杨老板肯定是大丰收了啊，价格也好，今年是多少钱一顿啊？目前应该是1200到1300之间啊。好好，